它最多可以容纳十二台车都在这个站。那这个很适合那种特斯拉车距一起来那边充电哎、欸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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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这边有餐厅哎、欸。然后这边可以唱一下 KTV。这一站目前堪称我们到的最完美的一站，对吧？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康。Hello， 大家平安，我是老婆 Ruthie。老婆，我们今天来干嘛？我们今天来嘉义玩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充电。今天是我们新一集的超充公道博，这是一个帮你跑遍全台超充站、分享心得的企划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上次是去哪里啊？上一站是到台中的洲际，那是过年前的事情。那我们最近真的很忙， okay. 所以我们今天新的一站呢，来就是来到嘉义的水牛公园。这在水牛公园，反正就是太保这一站。那这一站呢，它最知名的就是它非常非常多的站点。巨多，就是我现在游戏也看过最多的充电站，而且它还有不止特斯拉，它连保时捷的充电器都有。这里呢，一个 iCharging 的，所以它 CCS One、CCS Two 都有。这边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总共有八支的 V Two 充电枪哦。V Two 呢，就是说这边是 TPC 跟 CCS Two 都有。像我现在呢，我的车是 CCS Two 嘛。现在这里的桩全部都是有 TPC 跟 CCS2 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会被一些车主占用啊，你没办法使用，你只能停特定的停车格。然后呢，这边过来它是 V3 呢就是最快功率250千瓦的啊。这边就是单枪哦，这边单枪有几个桩啊？你算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等于说这边单枪的快充站它也是有9支桩。那为什么像有一些是一支枪，有一些是2支枪，那什么不一样吗？来，这边就跟大家解释了。2支枪的呢叫做 V2， 它有 TPC 跟 CCS2。2021年 Q3 交车前的车呢，你是属于 TPC 的规格，那你是之后新交的车就是 CCS2 的规格。所以如果只有一支枪的话，会代表说，哎、欸，某些车如果我今天是 CCS2 啊 ，CCS2 全部停满了，我就没办法等，就算 TPC 空在那里，我也不能充嘛。那 V3 它的特色就是单枪，但是它的充电功率最高可以到250。那 V2 呢，就是我们刚才看那里 ，V2 就是2支枪都有，所以你就不用挑车种，随便一个车格你都可以停。但是它的最高功率只有到120而已。好，忘记。等于说单枪有一半，我们切44好了。对。然后那边双枪的有8支，它最多可以容纳12台车都在这个站。那这个很适合那种特斯拉车距一起来那边充电哎、欸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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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这边有餐厅哎、欸。对，然后你看。然后这边有庙。恩主公庙是不是？武圣恩主公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基督徒，对庙不熟。然后这边可以唱一下 KTV。然后大家，如果你本身你也跟我们一样是没有在拜拜的啊，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精品咖啡，我们可以走过来看看。阿里山精品咖啡。嗯。好，那一个蜜煮咖啡冰的。小心折一下，就刚这个人一直看那个，旁边又停了一个车主，特斯拉车主。我真的没有看，你刚刚一直看到，我真的没有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真的没有，是因为你心中你会觉得我在看别的妹子啊，就是有啊，那、啊、你是更漂亮、更棒，那、啊、你在我旁边，我就你，我就这样。请问要跟我下车拍超充公道不？要。为什么？刚这样在车上自卑发呆。到底有什么好自卑发呆的啦？你很漂亮，不要那么闹。闭嘴！我漂亮也不干点事。这是我的事，你就是我的。所以这边很棒，就是边坐哦边让我们喝咖啡，它这边都有内部座位。好，不要开扰人家，你要讲什么？那刚刚是这边有厕所，对，人蛮大间的，我就想要去看，到底是干不干净？哦，你上次去洲际有看他们的厕所？对，洲际那个公厕，可是它是单人，它只有一间。很干净。对，我们今天是为什么来这里拍超充公道博？其中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去嘉义的快易生活村走走，然后就过来，然后顺便充电。这里的地理位置很不错了，但是我刚刚看到外观是那种铁皮，我就觉得有点新鲜恐惧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带大家去看嘛，等大家去看。好好。好了吗？那个豆子我没有苦味。欸、真的很香哦。嗯，啊，这个真的值得。来停的充电可以进来买一杯。可以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它这里叫水牛公园呐、啊，然后这边还有战车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有战车，有咖啡厅，没错，还有庙。然后叫水牛公园，但管它的，我们再来充电上厕所。就是这条路其实是国道一号下来30秒到1分钟以内，我们就到水牛公园。所以这站我们以地理位置来讲，它是很棒很方便。因为之前我们去东山嘛。
东山其实就很，就你要碰碰运气啦，因为那个就没有几只嘛，啊，有时候大家都要充电，你就要等一下。好了，带大家去看厕所。最重要的是，最重要的是厕所，因为其实我每次到一个充电站呢，啊，我们就是很在意说，哎，能不能稍微休息啊，厕所一下。所以这边其实我觉得可以鼓励一下特斯拉，或者说其他的第三方站点，就你在设超充站的时候啊，看周围有没有办法做一些跟生活机能有相关的东西。我的第六感是觉得厕所有点不太妙，你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？好，这个贴贴。哎，这是在盖新的卖场，好像，说不定下次再来它会不一样。感想如何？我觉得其实可以耶，它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我就给60分了。好，这是新厕所。对，而且它的每个间的那个厕所都还蛮宽的，因为女生要做，你最怕就是那种被碰到那个厕所墙壁可能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，我觉得 OK， 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垃圾跟宽就可以再宽一点。好，老婆，那我们来做个结尾吧，你觉得这一站怎么样？光是看它很多个充电那个就很好，充电桩，好吧，叫充电桩。台中好像对，真的没有。台中最多好像就是 J Mall， 那个我有去过一下。而且这里很棒的一个地方是，它连 V2、V3 都有分得很清楚，就是所谓的双枪啊，跟单枪比较高功率的都有分得很清楚，看你自己要待在哪一边都行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哦，现在呢，礼拜六下午你可以看各个站点，其实它也没有到很满。可是我觉得其实也不能说没有很满啊，因为它的可容机数太多了。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几台车在充电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们在一般台中的那种充电桩啊、快充站啊，是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台车的。但是因为这里的桩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容纳8台车，我们看起来是很空。然后那边呢也没有排满哦，还是可以继续充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。这里的视野真的很好，很宽广啊，厕所也 OK 啊，就至少不会有味道。对，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大重点，这里就是国道一号下来立马就到了，周围的机能也还 OK 哦。像我刚才讲过，我们要超充最大的重点就是想要有厕所可以休息一下啊，然后可能又买点小东西。这边又有咖啡店，然后旁边呢，又有很大的庙，我周围又卖很多小吃的东西。这一站目前堪称我们到的最完美的一站，对吧？我觉得算是可以耶。啊，可以而已。你为什么这么吝于给评价呢？没有，我就说过啊，就很多个充电桩就已经100分了，你还要怎样？反正我现在就是整个心情就是被你刚刚看那个特斯拉正妹车主，我真的是很。我这还在火上面，所以我对不起哈，我有时候真是状况不太好。反正大家呢，如果你本身是嘉义人，或者说你有来往国道一号，然后你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充电的话，嘉义的太保水能公园这一站真的是大大推荐你可以来的地方，完全不会踩雷啦，这里真的很棒。这里真的很多充电桩可以充，超大站，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有南下的话充电看看。好了，就是我今天可以做最好的结尾了。那好了，那这条是什么？第二，我还要打开小铃铛，还不会错过我们未来去踩更多的点啊，然后更多特斯拉的使用心得喽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这么小声，大声一点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再大声一点，超帅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欸，给大家看那个。哪一个？你刚刚是你看的地方。对啊，那边怎样？我现在发现了，各位这边啊有一间很有绘画气息的店啊，好不好？墙壁，你连墙壁都要？不是，讲我才发现的，不然我没有发现的这个东西。你屁啊！你刚眼睛是不是看的地方？我是看你。走开啊！别摸我，恶心。快点啊！要缴费啦。你说那张折叠纸不见了？对啊，你刚不是不要我丢垃圾啊？我要啊，那不要。请点选支付方式。要不要闹啊？超棒的，谢谢自在三联经典咖啡。笑屁！好了，上车回家了。啊，这边有个痘痘哎。给大家看这个痘痘。我火气太大了，怎么办 ？Always 暴怒 ，ING。